是我丢他的吧？你从头到尾就都是你的错，就是你的问题。你的发展派，我想第一个踏出第一步的是就是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小到控制不了你的大方呢？我就问你，为什么？你长得人这么大一圈，你是个小垃圾的，信息被你控制住，奇怪了。我控制不住你，活了二十几年，没有办法控制住。你也不是故意喜欢，我就是出于一个性冲动。你这人生为什么要有这些性冲动？难不成就是有当下的性冲动没有被解决掉，你会死吗？我不会啊。我那段的时间，我的确是被小猴给控制住了。那不是，那你为什么？我就只有那段时间被小猴给控制住。那你不找别人？他没有。为什么找到你朋友自己来呀？啊？是刺激啊！刺激也不是这样刺激。你也可以去跟其他女生在一起，然后认识那些女生的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会做同样的事情。我们有自己的笑话，很好笑。够刺激啊！那种刺激就是刺激啊！所以他是鬼才，也是人才啊！就是刺激。他是人渣，好吧？鬼才还是个人。OK， 不是。好犀利哦！懂。我第一次看到史立文无语，无言以对，被当学生骂。啊，没有，平常全都是用上面的，无所谓，你要用上面思考一下。你们上面是思考是有些问题吗？没有。不行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那你为什么要分享？就是你不能好好的就是闭嘴吗？你说的很小。对啊。刚刚就好像是怕他更高兴。不是重点是他的分享是。你为什么要做？你没有做这件事，你就没有做。一切投入你啊，对嘛，做了就做了嘛。那你可以闭嘴呀。笑